天哪 ，My God， 真是有心。好，那个我们先从背景先来哈，背景的亮面的就是比较亮的地方先来。那因为就是你去定义一下，就是因为为了是圣诞节，那个。节庆的感觉嘛，所以我们的颜色可能就是可以让它缤纷一点点哈。那我后面的颜色哈，用的是比较冷色调的那个玫瑰红，我就用一点冷色调的玫瑰红先来做底的部分。哦，所以这边整个都先下一点点玫瑰红，但是背景的部分呢哈，但是我们会下一点点紫色，哦一点点紫色哦哈，下一点玫瑰红，我就让它。然后前面的玫瑰红的部分哈，我们要让它稍微有一点点偏暖色调，所以等一下会加一点点那个隔层进来，隔层跟隔黄进来哈，玫瑰红。那我们下一点点茜草红，因为茜草红也是冷的哈，这冷的颜色先来一些些，都先来一些些。哦，那前面亮的先留下来哦，先留下来。这个是后面的，对不对？画掉，哦，都先画掉。前面的先留一点点下来，哦，先留一点下来。这边好，然后我们撒一点点水，撒一点点水。撒一点点水，让它下来。旁边这边让它留下来，哦，这一朵哈，因为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也不是不重要啦，是因为没时间画，哦，那我现在换，它其实很重要，只是我们加一点点速率，哇，啊，加一点速率进来，加一点速率哦，注意那个叶形的地方哦，留一点下来。哦，边缘这里，哦，顺着它的边缘修一下，加一点点黄紫色进来。哦，这边的叶子对不对？你只要是看到是叶子，你就画线画过去没有关系，留下那个圣诞红的地方就好了。圣诞红这也是叶子哦。留下红叶就是了。对对，留下。留下主角红色的地方，这边过来，水让它多留一点点，没有关系哈。这边暗面的地方画过去，留下亮面就好了。然后那个中心点啊，混起来就会变这个颜色了哦。这边我们再喷一点水下来。喷它，让它有点晕开的效果哦。喷过来，我再来。哦，前面的叶子的区域哈，这个是绿色的哈，来，这只维持是绿色的好了。然后颜色让它有一点空洞的下来哈，用这样的去接出这样的效果出来。我先留下我们的主角哦，那我们再来做。那如果不小心画进去也没有关系哦。对，等一下哦，还不要，先不要上紫色，我们等一下再下哦。先把那个叶子跟那个先分一点点出来哦。好，这里这样。来，接下来青绿色进来，好，青绿色进来，我们加一点茜草红，加茜草红哈，
让它的调子哈有一点点相关系哈。这边。用另外一支笔，用清水晕进来，好，晕进来，这边晕进来，这边晕进来，这边留着，因为这边是光影交接是比较明显的地方，那我就 不要把它切得过于清楚，我们就是把那个光影交接比较明显的地方切清楚一点点。嵌着红再来，颜色稍微浓一点点。这个暗面切出来，现在我画的是，这一页面向我们的地方，这里，所以我把这边稍微切清楚一些些，代表它的光影的强度出来，这几个地方加强它。这边，调子上面我现在都用扁笔切而已当然不要整个一直切绕成一个圆的话，这样看起来变化度可能会太少所以我们上面放弃掉我们上面等一下改用一点淡紫色来处理它。这边的叶子继续切亮的都先留下来等一下我们再来做它。来，玫瑰红，玫瑰红红，好，后面这里我们带紫色进来，薰衣草，薰衣草剩后面的啦，后面的地方带一点薰衣草剩，让它推到后面去。这边刚才因为洒水的时候洒到这里所以它会晕进来。我们把它先划开，不然等一下 这一道会很清楚的留在这边那因为我们刚才第一次用的是什么？玫瑰红，对不对？因为它是属于染色性的颜料，所以这个颜料一定会边边线会修不起来，所以我们把它先晕进来再说不管这个颜色对不对，你就让它晕进来就对了这样看起来等一下会比较好收拾如果万一要收拾的话会比较简单那这边会有点水，我们打一点点那个水进来，打一点清水进来这样你用弹的弹一些水进来，有一点点故意要让它晕开的效果用手稍微弄一下好，再来继续再来后面的这个地方来加一点葛红一点点就好了葛红我们把它插起来好了，不然它会一直过来一直过来，等一下亮的地方会不见所以我们把它插掉不过插掉它还是会有这个颜色存在然后擦干点点，把它插掉保留住这个效果出来
哦，时钟师来处理它。哦，后面大片的叶子。哦，一样哦，加薰衣草色哦。加重一点，茜草红加薰衣草色，嘿，哦，葛红也有啦，也有葛红。欸，葛红就是你刚才买那一只最贵的那一只。就是你刚才买的最贵的那一只就是葛红。啊，没有啦，没有那么贵啦。200多啦。哦，把那个整个的切面齁稍微切出来。来，再带一点紫色哈，加进来就加进来就好了哈。对对，把后面那一朵先切出来，因为我在等前面干了，我就先画后面。好，我们在等前面干嘛哈？那我们就先做后面，把它的整个的效果先做好，做出来。好，然后中心亮的地方。那我先把它吸起来。这里有几个那个，这应该就是它的花，对不对？花蕊。哦，花蕊的部分哈，我们先把它吸起来。哦，先吸起来，然后再填黄色进来。哎，填哎，葛黄哈，填进来哈，葛黄填进来，带一点点，带绿色哈，那我们用蓝色来就好了哈，用一点紫色也可以。哦，群青加刚才的颜色进来，哦，把它给加进来就可以了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前面的这个前面这边，然后这边等一下底色我们让它干了之后，我们再把光影面再处理出来，哦，大致上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要做前面的部分了哈。刚才的颜色哈，玫瑰红，哦，加一点点葛黄。哦，然后稀释它哈，让它呈现出比较有一点点，让它比较有一点暖色的调子，因为玫瑰红是比较冷的调子哦，你加一点黄，它就会偏暖色调了。哦，进来，好。上面这一圈哦，让它稍微有一点点黄色的调子，哦，多一些些，哦，但是也不能完全变黄哦，因为这样子那个色相会做改变哦，吼，说。同学，不好意思，因为
所以我可能会借用大家三分钟的时间，我快速的帮他量完体温。那刚刚的个人低调表，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放在前面。然后待会量完体温，请大家记得自己的温度。然后大家会有一个班级的体测表，再记得把自己的班级把自己的体温登记上去就可以了。那我现在就从前面开始帮同学量一下体温，我会尽快。那我量完就会离开，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比较偏向橙色、橙红。对。哦，吊子上面吼，来，接下来吼，玫瑰红再多一点点。颜色越来越浓，刚才颜色有加了水比较稀释哦，那我现在越加越浓哦，同样的哦，同样都是这两个颜色而已哦，吼。来，中心这里，哦，越到前面这边哦，越来越深哦。哦，这边可以留一道白的，哎，白边出来。哦，这边也可以留一道白边出来哦。这边来，葛红。加一点葛红，我现在才加一点点葛红，欸，我还没量，我的梳子，我放这边，364，谢谢，谢谢张哥，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今天真的很对不起，让大家。再见。没事。我先晒。谢谢你。来吃面。好，来按的地方哦，直接进来哦。哎，那个茜草红，我现在下的是茜草红哦。好，把笔稍微擦开一下哦，吼。我靠近上面这边哦，稍微深一点点，尾端拉出来。哦，带点紫色哈，你直接下蓝色就好了哈。这边像这边又虚掉。哦，这样前面的这一页才会跑出来，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要让它立体出来，下面再加一道影子。哦，这边再加一道影子出来。跑到外面来了。没关系。这边哦，修。哦，这个叶子的下面的这个区域，哦，把它修起来。这边哦，让它晕开，这里，哦，分成两半，哦，把它分成两半，哦，中间这个花叶脉的地方稍微再深一些些，好，哦，下面这里转成亮的，哦，刚才的颜色哈，哦，一样哈，哦，就是亮的颜色，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玫瑰红加一点点。葛橙哦啊，记得那个调子还是要偏红一点点，不要让它太偏黄哦。哦，这里
暗面哈，面。好，影子。这一页哈。这里加浓一点，我这个光影是比较强烈的哈。这一页让它跳出来，加一点葛红。就是前面的那一页哈，因为它的变化比较细微啦哈，但是我们也是把它做的略微清楚一点点。哦，这一页哈，让它跳出来，然后后面这边，哦，等它略微干一点点，再来处理它的那个调子上面的变化哈。彩度拉高哈，来葛红。我们现在下一点葛红了哈，中间这八这一道哈，好，把它分出来。这里啊，这一页应该是红的哈，来，我们把它洗掉，洗掉再摆加一次哈。这里应该是两个叶子，对，应该是两个叶子哈。这里你把它洗掉，好，再来加。好，那我们把影子的地方哈，先略微加出来。来，青绿色，哦，加刚才的那个茜草红，哦，加进来，啊，加错了哦，加到素绿了，不是素绿了，哦，是青绿哈，哦，哎，青绿，哦，这是素绿，这是青绿，哦，青绿色加茜草红，哦，但是青绿色多一点点哈，哦，好，这里影子。哦，那你准备一支笔当清水用哦。如果你要晕出来的地方，让它自动的晕出来，哦，用两支笔。有些地方晕出来，有些地方让它晕在一起哈，来这边的影子，晕掉哈。这边不处理的地方，我就是，反正我如果不处理的地方，我就先让它晕开，然后要处理的话，再接续的话会比较好接一点。这里有一个影子，哦，先让它出来。晕开，好，那这边是另外一个叶子，好，这边用一点点，一样好，用这个颜色稀释掉哈，我做一点叶脉哈，叶子的分边，好，让它自然的都先分出来一些些哈，好，靠近中心的地方哈，像这里，影子。过来，哦，这边清楚，这边晕到跟原来的颜色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哈，过来。哦，上面晕出去。哦，把这边切出来，影子。好，落在中间的地方，哦，我们直接用紫色。哦，蓝紫色，哦，我用蓝紫色。颜色稍微多一点点，哦，直接加进来，哦，然后在某一些暗面的地方，哦，去加强它。加一点水，哦，边做边上一点水，让它晕开哈，隔层，哦，隔红了哈，稀释它一下哈，不要太浓。哦，你用隔红画上去就好了哈。哦，它的那个分边哦，就会开始慢慢的一个分出来了哈。这边哦，带点红色下来也可以哈。这边的缝隙，这边的影子，我先把它做出来哈。好，然后这一页哈，因为这一页比较边边的哈，它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哈，但是我们还是稍微把它略微做一个处理哈。这边的颜色哈，一样哈，玫瑰红进来，那我的层多一些些。那偏黄一点点。来，葛红。全部都先一起画，哦，都先一起画哦，我们再来分哦。新的部分哦，也不是花的部分了，啊，花蕊的部分哦，上面点一点红哦，下面的那个浓度加高哦，来葛红再来哦，加一点点玫瑰红哦，往上走。我越到中心点的地方，哦，颜色会稍微浓一些哦。哦，哎，这边本来就是绿色，对不对？直接画过去就好，它就会变得比较深的绿色，对不对？它会变得比较深一点点。哦，那这样就刚好会推到后面去。哦，直接画出来。
直接叠上去就好了啦，哈，就直接叠上去，让它跑到后面去，哈。千草红再来，加一点青绿色，哈。这里哈，这个应该是那个绿色的了哈。那我们先这样做，然后带绿色的颜色进来，刚才的绿色哈，直接让它混在一起。好，用缝合的方式把它缝在一起就好了。刚才影子的地方再来齁，带一点点蓝色进来，群青啊齁，带一点群青色进来。那旁边的颜色齁，我会稍微混的让它稍微浊一点点齁，但是那个颜色上面尽量稀释哦，它就比较不会那么重。哦，光影面哦。哦，去增加。这边哦，喷一点水，让它晕掉哦。我这边你就用手遮一下，哦，它就不会喷上来了哈。叶子的影子，叶子的影子。哦，先把光影面先切出来。那这样子齁，我们再把后面的那个做略微，我们先把心蕊先画一次齁，这样等一下会比较快齁，就再做一次就完成了齁。看这边有些地方留白，有些地方留白，来绿色齁，树绿齁，纸稍微提起来一下齁，就比较不会往上窜太多。来，葛红。青绿。齁，一样加进来。齁，要留一点白哦齁。齁，把它分开。千草红浓一点，很浓齁，直接点进来。边缘这个地方齁，很浓的把它点进来哦齁。下一点清水齁，让它晕开，它等一下干了就，你下一点清水，它等一下干了就会稍微淡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把一些重点的地方，像上面这边影子，再略微再加强一次，我们用紫色就不用前面的颜色了，因为不然的话可能会跟它差不多，那我们加一点绿色进来，以紫色为底，然后绿色为辅，再多一点点绿色，稍微把它稍微再做出来，但是旁边把它晕开，有些地方还是要晕开晕到揉在一起。这边等一下我们可以略微再加强一下光影面，影子，缝隙的地方把它做出来叶子的影子加红这边开始做薰衣草色下来，清水晕开，边缘让它稍微晕开一些些，这样把它层层叠叠再多做一些。这边明显过来，旁边晕开，刷水，刷一点点水晕开，你如果说旁边要让它比较模糊，你就把它晕开就对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过来，再开始前面再画一次，那可是我们现在在画，不是把全部都画掉开始做那个，例如说像这个叶，做一些再更细腻的地方，我现在用一点葛红你只要有画它就会有感觉例如说，我这边再多画一层，中间的叶脉，稍微浓一点，加一点，加少许的茜草红进来我开始在做，这边开始在分，我晕出来，没有，它这样子会开始重量感会越来越足。尾端这边加重，这里再来，下面不要加，加尾端就好了你不要全部都再重画一次那我们第一层画的会就没有作用了这里把这边分出来，再分但是不是每一个都要分得这么清楚啦像这个就可以模糊一点点
中间再刷一点水，它就会再晕开。哦，那这其他的叶子哈，再来哈。好，接下来哈，你就可以慢慢的把一层一层哈分多一点点哈。这边这个哈、哦、用红一点，加下来哈、哦，重点再增加。好，那这边的这一页哦，有跑绿色进去，对不对？反正就不理它哦，让它感觉是有一点斜调子上面有一些协调的感觉出现。那像这里，来这一页哦，靠近上面哦，加哦加一点刚才的那个葛红，一点点茜草红这样子哦，上它上下就会再分出来，对不对？这一页和这一页就会再分。接下来你就可以针对每一个页面去做。当然你如果想要做出它里面还有一些皱褶感，你就湿湿的时候这样慢慢的点，这样点，对不对？点出来之后旁边刷一点清水，它就会再晕开，它就会变那个看你要不要做到这么复杂啦。对啊，你如果不要做这么复杂，你就轻松做就好了。哦，这样子它就会有那个皱褶凹凸凹凸的慢慢的产生。哦，就看你自己想不想画到这么细。你又不想这么细的话，你把层次感分出来，哦，其实也就可以了。哦，这个没有一定说要做到什么样子。哦，那你只要你如果想要做渲染的同学，那你就可能要留一些白色下来。哦，效果就会比较好一些些哈。来，暗的地方哦，对比度加强一些些哈，加绿色。这边哈，要有少许的影子出来，这个区域哈。因为它叠着它，就会有一些影子。哦，它叠，每一个互相交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影子，所以这个影子很重要。哦，你尽量把它给处理出来哈。哦，像这一页是面向我们哈。所以转折过来的地方，哦，略微再重一点点。接下来就是反复再把它一些重点的地方略微加强一些些就可以了。哦，然后叶子的部分哦，你也可以就是像我们之前一样哦，稍微洗一下哦，把那个叶脉的感觉哦略微处理出来哦，但是做这边比较前面的地方就好，你不用每一个地方都去处理它了哦，例如说像这边。稍微把叶脉哈，哦，轻轻的做一下，哦，但是还是看你自己啦，有没有需要做到这么细致啦，哦。像这边，
可以用卫生纸把它擦掉哈。哦，它就会很清楚了，对不对？哦，轻轻擦一下，它就会很清楚。哦，然后这边中间还有一些光影的缝隙的地方哦，你就还可以，也是可以把它洗掉，或者是直接用不透明的颜色哦，把它叠起来也是可以。例如说，我下一点降落色哈，哦，用一点白好了，比较快哈，哦。有些亮的地方，我再把它填亮一点。因为刚才在画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就把它画过去了哈。比如像这边有一些光，哦，光过来的效果，这样它会有点透光啦哈。好，这里有一些缝隙哈，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哈，我们把它稍微再填补一下。好，好，大致上是这样啊，但是细节的部分就大家可以做，就尽量稍微再多做一点点，好不好？好，这样有没有问题？